这个一直都是为难两位，是不是？嗯啊，听说这个我们又换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去欢迎他们，迎接他们。听说在化妆间，我们没来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情。哦，对对。好，这样两位嘉宾呢，可能还是在那种状态当中啊。不过不要紧，他们那个快乐的一刹那，让我们通过镜头记录下来，让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欢乐的短片。 哎呦，来了！秦孝林呐，您好。不行啊！我没有啊。 我在这睡觉呢，昨天忙了一宿，不是你刚才没有说话吗？没有啊，还是我再睡会儿啊，下午还有活呢。哎。 怎么了？你没听见任务有什么声吗？没呀、啊，这不就咱俩吗？别找了，坐下休息。